叫周嘉玲，我叫邓海，我叫杨雄，我叫苍仁芳，我叫欧斌，我叫杨威，我有很多的称号：妖兵、水鬼、教官、教头、魔鬼、猎人、全能熊。我们是警察。警察别动，后方支援！警察别动，否则是要警戒！警察别动，否则是要警戒！警察别动，否则是要警戒！警察别动，否则是要武器！我叫向海燕，我当过特警，现在也在派出所工作。我参与指挥抓捕了上百号人。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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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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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选拔教官的时候，实际上他对男教官和女教官的要求是一样的，他是用同一个标准来考核的。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哎呀，一个女的搞这个干什么？要承担的一些心理压力或者是承受的这些非议的话可能会不同。我们去做的时候先进行一个什么口头控制，是吧？警察不要动，下车。我们跟民警学员来说，既是教官学员关系，又是同事，是战友，我们要一起战斗。警务实战教官就是民警生命安全的工程师。我叫杜某，我在交警支队的一些工作可能和我们现在普通的一些民警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但是自从我加入了警务实战教官工作以后，现在我的工作情况和我以往完全是两种情形。给你感受一下我的左手的握力。作为一名特警队员，我面对过危险，也曾经受过伤，我更愿意去做一名警务实战教官，把自己所会的、所经历过的东西交给更多的民警，让他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减少这些伤亡。非常棒，很好，大家注意，但姿势不要发生变化。